邂逅。天气好热，我们去买冰吃吧。你有听到奇怪的声音吗？好像是从旁边传出来的耶。哦，好小的狗狗哦，你一定肚子饿了吧？来，我这边还有一点剩下的柴鱼高汤。哦，你看它吃饭好可爱哦。哎，你看它是不是长得比刚刚更大了？有吗？真的啦，它一直变大，它一定是那种加了很多淀粉的加火锅料，跟你一样。你胡说，我是100%鲜肉做的。我总觉得跟他有种默契耶，小狗狗，你就跟我一起回家吧。蟹肉棒，你何来的？妈，蟹肉要这只小狗狗。这只狗哪里小了？喜欢影片的话，也请按赞加订阅哦。